这叫高配版峰值啊！现在是老 K 巴赫门挥挥巴赫马，来看一下这局的巴神啊，挥挥这波占得先手，拉扯一下啊，不乱动，直接跑抓上必杀。送货上门，又想布阵，他又想布阵，等一个跳波啊，等一个跳波都不阵，不让跳了是吧，不让跳了，这千鹤要嘎了，要嘎了，灰灰也要穿个三啊！灰灰也要穿个三啊！老 K 的三分都是八神穿三拿的，就非得穿这个三，就非得穿啊，就非得穿。抄一下，不乱动，再抢空。哎，回回直播啊！这个小宝抓，磨嘞。哎，这一个娱乐局有什么好喷的呀？是不是？本来就是娱乐局，天天打主力，太腻啊！换换口味儿。这千鹤，这千鹤不让出来是吧？想骗 CD。跳抓上必杀，骗到一个 CD 啊，有无敌波，有无敌波，选择起跳倒地，又想 AB 去偷。全靠八神开饭了，不是这么近的距离，两个人对了个波啊，算你们狠。这两个人输赢都看八神，那倒没有。武志辉八神输了，还有千鹤，他前面四分都是千鹤，那老 K 的大门没什么发挥了，一直属于一个挨打的状态，
坦克机出来。之前他们不是打过 4S 互换主力吗？当时老 K 用的就是这个阵容，灰灰用的也是这个巴赫满。一封八柱赫和持八柱门，好像打得挺热闹。来看看大门啊！哎呦，没气呀、啊，那完犊子了。最后谁赢上分？上次那个老 K 赢了，老 K 是个冠军。啊，这东西看发挥的，这说白了，看来看去，最后看的都是八神，对吧？灰灰八神死了，还有千鹤，但是老 K 这边八神没了，大门挨揍挨的比千鹤还痛快。灰灰这个炮抓失误了，刚刚可以直接带走的，对吧？掏出来再接个八字女，嘿，又到千鹤打千鹤了。不，主要千鹤打千鹤，你知道他留不住气，他全刚了，所以大门每次都，哎呀布阵了，每次都一穷二白，没有选择下 C 布阵，求稳，差一下晕，不动，稳一手，升龙。我是 K 子。千鹤打千鹤赢了啊！哼，千鹤第一次碰马力，乱动吃一炮大升龙，再抢，要打逆向吗？身后正面射一空血战毙，第一次赢啊！这不千鹤第一次见马力，不就是第一次赢吗？看一下灰灰的马力啊！我这不就……哎呦我去，这么强，这个就没啥说的了。这被灰灰的马力怼脸一顿输出啊，是不是？这大门碰八神碰千鹤打不赢啊，我都可以理解。这个被灰灰的玛丽一顿毒打，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意料之外。别杀了，空血下盘，哎，出到另外一边去了啊。果然啊，老 K 四分啊，四个穿三。
点太高。看一下灰灰这边压制，直接钢吊推上去，葵花打他跳，但太远。跳抓站 C 兵杀再走。这个阵容其实还好，都没什么，没不吃什么亏的，就主打的就是个娱乐。像昨天叶枫跟那个老 K 那两场娱乐局一样，没必要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不是主力看太多啊，偶尔换换口味嘛。就是主打一手三 C， 三个三 C 挨三顿打，穿三三点。来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一场压老 K 的好多呀，你们都亏惨了吧？老 K 的第五分要到了，是吧？每一分都是穿三啊。看一下这边玛丽啊，直接跑抓。必杀带走了。来个无敌波，隔壁。嗯，五分全是穿三，继续保持啊，继续保持。那基本就嘎了。这大门好像从来都没支棱过啊！哎呀呀，广了广了广了，结束。